大家好，我是胡福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这一款叫做 Death Lord 死亡滚筒吧，或者死亡的卷筒啊，反正呢，规避版权的关系呢，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它是使用了官方 SteelSeries 工作室系列里头这个工程合体金刚里头搅拌大师啊这个模具呢下去做放大。还有一些修改精图的山寨版本，那么大小尺寸可以说提升的很多，大概足足大了一点，应该有一点多倍吧。那车头你看，足足多了这么多。然后正面来看，这个大小尺寸的话呢，就差别更加的明显。那连基本的配色呢，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啊，像是这一款，这个的话是比较，确实是比较还原到我印象中电影里头它的一个深，这个叫什么颜色？电色吗？还是叫什么来着啊？以及身上的细节部分呢，也多了很多的提升，像是这个烟囱的这个部分啊，这些细节全部都做出来了。那么在原本的模具则是没有。那么这个黑色的挡风玻璃呀，前方啊。这个质感上是提升了很多了，然后车头的部分呢，有一个类似像是狐狸的一个头的这个感觉，这个部分好像形状是仿的差不多啊，并没有特别去做一个修改。然后前面 MACK，那么由于涂装的关系的话呢，它的这个银色的字体的话呢，就显得比较明显了。那么在原本的模具上呢，就感觉糊在一起，然后前面。两侧的应该是方向，哎，不对，车头灯啊，它有加上浅黄色的点缀，以及中间有那个 hero 啊，有一个狗头啊，一个狗的一个形象印在这里啊，这个有点让我小意外啊。然后侧边啊，一样啊，这上面这里有一个 B654-681，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不晓得，它上面有一些字母啊什么的。啊，这个都是原本模具上面没有的。那至于原本的模具，则是印着一个，这字太小了啊，恕我老人眼花，看得不是很清楚啊。然后原本车头的这个雨刷部分啊，一样都是有保留下来，啊，基本上啊这些啊新增加银色的点缀啊，然后可以看到上方内部的机械部分，它也做了一些小小分色，那银漆啊真的是不要钱的啊，上方这个细细的这个凸起的颗粒，它也是保存了下来。然后侧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的细节啊，也是以涂装增加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轮胎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不是打铆钉啊，所以它是这样子扣上去的。那这个的话呢，则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也不是铆钉了啊。但总而言之，这里形状不同了。那轮胎的部分呢，它是有内外层的，这个跟原来的模具是一样。然后这个轮胎是假的，那原本的模具这个轮胎也是假的。但是呢，原本它是一个硬塑胶的轮胎，在这一款的话，它则是变成了一个橡胶胎。有的是说，它这个部分是可以拿下来的，这个轮胎，如果愿意是可以把它整个这个轮胎给扯下来的。但是滚动性的话呢，不晓得是我没有变到位还是怎么样，原本的模具呢，滚动性是非常好的，那一推的话呢，是可以推得很远。但这一款的话，很明显的，是有一些问题的，而且我觉得呢，好像是中间这里还是这里啊，反正有一处会去碰到啊。感觉是后面了啊，前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反正我推起来，我觉得它没有说非常的顺啊，比较可惜。那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它后面多了两个轮胎，这两个轮胎啊是完全是多出来的，原本的模具是没有这个。好，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动。那看上去的话呢，整个车子的一个修饰起来的话呢，就感觉更长更大了。那么后方的这个脚趾的部分啊，不对，应该讲手指的部分，它是一块零件，但是这一款。这个死亡滚轮的话呢，则是一个可以动的这个指头的关节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后方啊，整个都是金属的一个涂装。那原本的模具细节其实都做得不错啊，虽然有一些机器人的手脚铺路啊，但是看上去还是挺有机械感，这个分量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之不赖的啊。那这个如果两个玩具你把它放在一起啊。你让一个不认识的人来说，这其中有一款是盗版，你觉得他会觉得哪一个是盗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现象啊。那我本来以为这个系列要断尾了啊，但是没有想到他突然这个搅拌大师的这个放大版 Death Lord 啊，突然又出现了。
虽然说它有一些像这个地方增加了一些小配件啊，但原则上来说呢，它的变形来讲呢，还是跟原本的模具的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们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可以先往两侧把它给掰开一下，然后呢是先稍微破一下这个结构，因为它整个这个地方的话呢，扣起来之后呢，会非常非常的紧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再把它往上面提一些，最好是能够先把这个部分呢给弄开来。那我刚刚这样摇摇扭一扭呢，只是希望说呢，它的一个整个结构的话呢，能够有一些卡扣呢先松开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卡扣扣进去呢，这里的话呢非常的紧哦，非常的紧，不是很好打开。那甚至于说呢，这款玩具在这个密合的时候呢，其实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做调整的啊。好，这个地方打开，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上方这个地方给解开，我们要把这个部件整个给往上面提上去。它这个卡扣啊，一旦咬合住都是非常的紧的啊。我们先把它给解开啊。总而言之呢，拿到的时候呢，先把后面的整个摇一摇，松一松，把它这些卡扣呢都给松开啊。那因为我是还蛮喜欢它这个样子的，感觉好像是什么后面爆甲一样啊，就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一样的感觉啊。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展示啊。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部件直接往两侧给打开。啊，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凸啊，跟这个洞组合啊，这一款扣上去之后是非常紧的啊。像这边你看，打开的话也需要花一点力气。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先把它整个的往侧边给翻出去。两腿的话呢，就可以顺势的打开。我们翻到这个正面来好了啊，它这个地方就自然下垂就行了。然后膝盖的话呢，把它给屈一下，这边往侧边拉一下啊。它这里是有一个开口，你一看就知道了。腿部的变形这样子就算 OK 了啊，然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手啊，手要变形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把胸口的这个部件也是很紧啊，把它往两侧先给打开一下，然后呢，把这个烟囱的话呢，转到前方来，从这里旋转这个地方，转到前方来，好，到这边之后，我们这块部件才能够直接把背包直接往后面。这样折下来啊，如果你这个烟囱呢没有先推的话呢，它是做不到的。这个头的话呢，就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头很漂亮啊。然后手臂的变形就更加的简单了啊，我们就旋转一下，它都有一个可以转动的一个关节，你可以把它往下转，那就对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胳膊的话呢方向是不对的，你就再旋转它的一个二头肌，然后呢这个水泥搅拌桶这个部分呢，就把它往这边折过来就行了。然后上方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有很多的可动关节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你也就能够理解了啊。这个部分掉下来了啊，这个时候还不需要它啊，再把它扣回去。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地方给往内折进来。轮胎的话呢，看你喜欢怎么放啊，因为轮胎是多出来的啊，原本是没有这个轮胎的。然后这里有个双动关节，你可以转到一个你喜欢的一个方向。哎，应该怎么放比较好？这个转，好吧，反正就先转这样吧，把它弄得狰狞一点没有关系啊。这里转过来，我们要把这个开口转到朝下啊。玩具变得很大，首先变得很大，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当然就不会有原本的一个官方的模具啊那么样能够尽在掌握中了啊。太大就不容易掌握嘛，对吧？可是大家还是喜欢大一点的。来，我们把这个部件往后面稍微折小一点好了，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可以往这边折一下。好，把它给推到后方一点点 ，OK， 让它站稳一下。肩膀的这个烟囱啊，把它做个简单的调整，然后手臂的话自然下垂就行了。这两块部件的话呢，怎么个摆设是可以有一个幅度可以调整的。我是习惯把它放到这里啊，填充一下这个地方类似。有点小缺口的感觉，好，那稍微重心去把握一下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款 Death Law 的一个从水泥搅拌车到一个赛博坦机械生命体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们先直接的来对比它跟原本的模具大小差了多少啊。在机器人的状态下，你这样一看，真的完全就是大人带小孩的感觉啊，尺寸相差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涂装的话就也不在话下了啊。那么在人形状态下，它主要的区别呢，就是手指
然后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可动关节，还有上方的这个轮胎啊也是多出来的。那么细部的比较的话呢，我想这样看一下各位也就知道，我们直接来看玩具的细节啊。首先呢，它的头雕啊有了大量的分色，有原本的这种靛青色吧，然后香槟银、金色、红色啊，整个头部的话呢就感觉强化的很多了。那由于这个原本烟囱的上面这些细节的增加呢，让这个玩具的一个整个一个饱满的一个感觉更加的强烈了啊。胸口啊这里也是有很多的分色，那几乎是没有什么塑胶的原色了啊，可以说没有了。然后是新增加的这个手指，但是它也是只有两根指头啊，而且它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转动的啊，在原本的这个原本的模具的话还是这个地方是不能转的，那等于是它手腕的部分是得到了一个强化。那么膝盖的这个支持力度它没有齿轮关节啊，比较可惜，但目前感觉还是挺紧实的，目前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脚趾的话这个地方就没有再做分件了啊，就直接是整块的整块的零件，站立性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就是让它做一个很标准的站立，就甚至你如果它站不稳的话呢，这两只胳膊啊就完全可以让它充当支撑的另外两个支撑点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玩具就是很大，很够分量啊。那后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里头啊，这有一些空洞啊。这个原本的这个水泥，这个滚筒里头的细节啊，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也是银漆，也是上的满满满了啊。那手臂的话呢，360度的转动也没有问题。那腰身是没有的转的啊，没有，本身就没有设计，是没有设计出它的一个腰部。那么呵呵这个。就这个机器人就很大啊，然后分量虽然没有合金部件，但是也是感觉是很沉了，很沉了。在它的说明书里头有所谓的一个怪兽形态，这个的话呢我们就也就演示一下。其实呢基本上也就是它要组合成大力神的其中一个步骤了啊。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是一个这个滚筒的这个部分呢给推到这里，把它给往上提一下啊，把它给推到后方来，这里躲过它。再来的话呢，这个我们把这个车头的部分呢做一个这里把它给拆解下来，那你就看到这个涂装非常惊艳的这个大力神的头部。再把头顶这个盖子给打开，打开之后呢，里头两侧部件给往外翻出来，再把这个头呢给内部给翻出来。那么这里的话呢，它的这个下巴这里啊，这里有多了一个改变啊。这一块部件是正版没有正版是没有这一块部件的，而且正版这一块是不能翻折，但是这一款的话是有多了一个这一块翻转啊。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你可以让怪兽的里头有牙齿，或者是你要让它变成嘴炮啊，这个是看你个人的喜好啊。那我个人是习惯是先把牙齿给翻到内部吧，然后我们把这个头给往外翻出来，这里呢往内下来。那这里的话就会看到啊，这个后照镜啊有时候会漆面会蹭掉，各位注意一下。然后呢这里里头还有两个部件，把它给翻出来，然后对折下来之后啊，这个红色的凸扣进这个凹槽里头去啊，这里把它给扣上。好的，然后到这里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头啊就继续的往前面掰过来，就掰成类似于是这个水泥搅拌车的一个角度了。后面这两个这个烟囱啊是没有一定的一个方法的，脚就往前放，再把这个胳膊的话呢给往前啊给变成一个四肢着地的一个状态啊。那上面这两个这个圆筒啊什么，这个就是一样啊，端看个人的偏好，你想怎么放了。那么我们刚拆下的这一块部件的话呢它的话呢是这里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地方是刚好可以卡进去啊，刚好可以卡进去，但是卡的反而是正版的话也可以卡，但正版卡的比较紧。这个的话呢我试了几遍它稍微偏松了一点点，那你可以稍微就把它挂在后面就可以了啊，基本上是就勉强放个样子，把它稍微补齐一下。那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头怪兽的形象了啊，就一个这个你要说好不好看也是也算有个样子嘛，你就姑且如果说你只买这一款不打算合体啊，你把它
这个当然是一个三变的一个巨兽的形态啊，也不是说不行啊，也不是说不行。那我们具体呢还是先对比一下这个形态呢，在这个官方的版本的话一样是可以掰出来了啊，那只是说它的这个我刚刚有提过它的这个部分啊是可以卡上去，所以它可以照这个样子来摆，那么我们这款就不行。还有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官方这一块它是不能翻转的，然后里头也少了那一门大炮啊，是没有的。那么大小尺寸的话我们可以做个对比，一样是大人跟小孩的一个差别了。当然最令人惊艳的还是它面部这个最后的这个最后大合体的这个面雕，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红色啊可以说是这个漆面看上去是很精致了，银漆啊细节啊绿色的眼珠子啊管线啊什么的啊啊，当然我不敢说它有多完美，但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这个是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啊。那这个补充多出来这个形态好不好，好不好看，我觉得还不赖啊，还不赖。你看这个相较于这个原本这些像是黑色的这个部分啊，暗沉的多，这款反而是一亮啊就感觉吸睛度还是比较高的。那这一款 Deathlaw 的话呢，即便你不合体吧，它的车型啊好看到不得了，机器人也很帅气啊，多出来这个怪兽形态是非常不错的，个人觉得这一款挺好玩，非常的不赖。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